起舞音乐先锋，本节为您特别扫描李宇春漂洋过海来看你。最高31度，最低25度，相对湿度最低。为了这一块地买，为了中国人在世界上扬起自己的拳头。什么时候大家坐在一起？体育将会改变世界的命运。梦想在前，路在脚下。有人更加被吹跌。进步源自于独自的追求。海水同埋强风同样影响色彩嚟嘅，但系真有咗涵养，一定得，一定成功啦！咁今日就放长双眼啦，睇得夹硬唔俾啦。随住天急转向，暴雨嘅影响有几大？喺一个更改嘅停车场就可以睇到。而家唔已经唔系战术啦，唔系话诶双杀俾人抛压对唔对头，已经唔系呢个问题，而系对波击成对手，风险好高。奋斗拼搏，风云英雄，呢度系男人嘅世界，男人嘅世界。一分一零七四，媒体广播，治安厅嘅电话。天鹅追袭期间，当局收到近700宗林树报告，亦都有藤架同埋吊船吹走，最少129人喺风暴里面受伤。每人半个钟，由我指点江山。原油调往南藏海，全列市北强风入面左摇右摆，多次撞向烂毁玻璃同埋大厦外墙。如果各位對於中國傳統戲曲比較感興趣，又或者睇過古典名著《三俠五義》嘅話咧，一定係知道有個故事叫做《狸貓換太子》嘅。嗱，呢個故事咧係咁樣嘅：喺北宋嘅時候啊，皇帝宋真宗嘅皇后死咗，暫時未立新嘅皇后。當時佢有兩個寵愛嘅妃子，一個叫劉妃，一個叫李妃，兩個都有咗身體。咁知邊個先生咗個仔啊？邊個就有機會做正宮娘娘啦？大澳龍田村有大貨車被吹到翻身，心重心重又狠毒嘅。佢又驚李妃生個仔被立為皇后啊！於是呢，同宮中嘅刀堂總管郭懷夾粉喺接生河遊子嘅配合之下，趁住李妃分娩嘅時候暈血，人事不知，將只狸貓剝咗皮，血淋淋咁換走咗啱出世嘅小太子。呢個劉妃啊，真係狠心啊！仲叫我宮女寇珠將太子仔勒死佢，咁但係寇珠又於心不忍，暗中將太子又交俾宦官陳琳。陳琳呢，將個太子放喺個盒裏面，送咗去八賢王嗰度撫養。咁啊，宋真宗見到俾剝咗皮嘅狸貓，以為李妃就生一隻妖怪出嚟啦，於是啊將佢打入冷宮。冇幾耐咧，劉妃亦都臨盆啦，生咗個仔，俾立為太子，劉妃亦都成為皇后。咁殊不知六年之后啊，刘皇后个仔啊死咗，宋真宗啊再都冇仔啦，唯有将皇兄八贤王嘅仔呢，佢收咗做契仔，并且立为太子。咁呢个呢，其实就系当年李妃嘅仔啦。咁话说有一日啊，太子喺个冷宫里边呢，就见到个亲生母亲李妃啦。咁啊真系母子天性啦，两个人见面之后呢，都忍唔住啊，佢娘母面。刘皇后知道之后啊，将寇珠啊捉咗嚟问，寇珠啊肯喺埋床死咗。刘皇后啊惊李妃东山再起啊，于是呢就喺宋真宗面前又讲佢坏话。咁最后呢，宋真宗啊下旨将李妃赐死。呢个时候有个小太监叫余忠嘅，佢又睇唔过眼，同情李妃嘅遭遇，于是呢情愿替李妃而死，将李妃啊放咗出宫。而另一個太監秦鳳呢，就將李妃送咗去陳州。李妃喺陳州生活無著，唯有住喺間爛屋裏邊靠乞食為生。好在呢個時候呢，包拯喺陳州放糧，得知情況之後啊，就將李妃帶咗翻開封。
嗰個時候啊，宋真宗已經死咗啦，劉皇后升級為劉太后，而李妃個仔變咗做皇帝，歷史上稱為宋仁宗嘅。咩包公啊，趁住入宮去送仁宗嘅皇后祝寿嘅机会啊，将李妃啊带咗入宫。咁李妃啊，终于有机会喺自己亲生仔送仁宗面前咧，将当年嘅真相啊讲翻出嚟。咁后来啊，包公啊夜审国怀，令到国怀讲出当年嘅真相。咁最后啊，终于大团圆结局，刘太后啊知道阴谋败露，自尽而死。宋仁宗啊，重新将自己嘅娘亲咧，就迎立为太后。而包公包拯咧，喺呢件案上面立咗大功，俾宋仁宗任命为首相。咁呢个故事讲得有名有姓，真实无比。咁但系喺真实嘅历史里边，有冇一段咁嘅故事呢？具體情節同演義戲曲裏邊有咩唔同咧？嗰位劉妃啊，後來嘅劉太后，又係咪一個陰毒嘅婦人咧？呢一回啊，我啊嚟同大家講講一段歷史真實嘅情況，咁順便咧又介紹下劉太后呢一位北宋時期重要嘅女政治家啊。今次喺北加亞洲總統訪問之後出席嘅第二場公開活動，呼籲國民團結一致，再度係人民嘅焦點。可演明特色，歷史物件可以知兄弟。As one people, in one nation. 真一致，北韓上個月兩度試射洲際彈道導彈，正演繹朝中意同內地國本土領域。更加威脅威脅美國太平洋海外屬地關島。雖然兩國關係近日有緩和跡象，但特朗普發言嘅時候強調，宋真宗嘅原配夫人咧防禦能力，係北宋名將官美嘅女。咁喺佢即位之前啊，已經死咗啦。宋真宗即位之後咧，立咗個國王口，但係喺公元1007年咧，佢又病死咗。之後好多年啊。宋真宗都冇立新嘅皇后，咁喺咁多妃嫔里边咧，宋真宗最喜欢嘅系刘德妃。呢个刘德妃啊，个名叫刘娥，系益州华阳人，亦就系而家嘅四川成都啦。佢系出身好贫贱嘅，系个孤女，十零岁嘅时候咧，就嫁咗俾当地一个打银嘅匠人管理。我平時啊，拱美村街過河幫人打造銀器，而劉娥呢就喺旁邊揸住個撥浪鼓招來客人，咁我都算得上係夫唱婦隨啦。喺宋太宗年間，佢老公嗰日一齊嚟到京城揾食，不過正所謂長安居大不易，喺京城邊有咁易飲食㗎？拱美因為貧寒啊。準備叫個老婆改嫁，而正好呢個時候咧，當時被封為雙王嘅宋真宗啊，就喺度物色緊靚女噃。嗱，佢份人好得意嘅，一心就中意四川嘅女仔，覺得屬地嘅女子咧多才慧我。咁啊，多唔多才慧唔知啦，唔係四川靚女多就出咗名㗎啦嚇。經過雙門府級事張旗介紹啊，劉娥就離開咗個丈夫，入咗雙門府。嗱，嗰一日王府啊，宋真宗對佢就非常之喜愛。呢一年咧，佢就只係15歲嘅啫。不過宋太宗知道呢件事之後啊，覺得個仔揾咗個唔三唔四改嫁嘅女人都成何體統先得㗎。於是咧，就派個仔將劉娥趕出王府。咁但係宋真宗就唔捨得噃。就叫劉娥寄居翻喺張旗嗰屋企，20多年後啊，等到宋太宗過咗身啦，先至將劉娥接翻入宮，重拾舊好。因為好得宋真宗寵愛，所以劉娥喺後宮嘅地位升得好快。嗱，根據《宋史》記載咧，話劉娥原籍太原，父親祖輩咧都係五代時期嘅高級將領。咁呢個其實咧係佢得勢之後咧，為掩蓋自己家世貧寒編出嚟嘅啫。正係因為咁咧，呢位劉娥做咗皇后之後啊，就好中意同啲姓劉嘅高官啊認親認戚嘅。不過呢班姓劉嘅高官咧，係有啲係河中府人，有啲係洛陽人，同佢自稱嘅太原咧，好似又拉唔上咩關係咁啊。不過出身唔好啊，唔緊要，最緊要皇帝中意嘅啫。宋真宗啊，始終係想將佢立為皇后。
雖然唔少大臣反對，大宋真宗同大宗耳終於咧喺公元1015年咧，大宗長父五年將劉和立為皇后。咁從呢一單婚事睇咧，我哋可以見到宋代嘅婚姻啊，已經唔係太注重名帝噶啦。而且亦都可以見到北宋嘅時候咧，管理改革仲未有後來咁多政治觀念嘅。嗱，咁宋真宗就話四川嘅女仔有才慧啦。咁究竟四川女仔有冇才慧就唔知，但系呢位刘皇后确实系有才慧嘅。佢唔单止生性聪明，仲喜欢读书。对于朝廷嘅政事呢，亦都无师自通。有时宋真宗问佢嘢呢，佢又可以引经据典，答得头头是道嘅。所以去到宋真宗晚年嘅时候啊，因为身体唔好，好多朝廷大事都交俾刘皇后嚟裁决。所以喺宋真宗临死嗰几年啊。在刘皇后身边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后党，其中以左信丁谓为首。宋真宗临死之前就留了一个遗诏，叫个仔朱皇后刘氏为皇太后，军国大事迎娶处分。咁有咗呢个遗诏啊，宋仁宗继位之后刘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啦。咁到呢个时候，宋仁宗得13岁，有个皇太后身边辅助都未必是壞事嚟噶。嗱，咁宋仁宗係咪真係好似古仔裏邊講，係領風所生，然後又俾八賢王養大，繼而又俾皇帝認翻做仔嘅咧？其實就唔係嘅。宋仁宗嘅親生阿媽咧，就真係叫做李氏，係劉皇后身邊嘅宮女嚟嘅。咁都係生得靚女啊，就俾宋真宗及啱咗佢嘅時辰，攞生幾之後咧，就生咗個細路啦。生下嚟之後啊，劉皇后因為自己冇仔，就將呢個仔搶咗過嚟，叫楊淑妃撫養。咁所以宋仁宗自細咧，就叫劉皇后做大娘娘，叫楊淑妃做小娘娘嘅。呢位李氏雖然係太子嘅親生阿媽，但因為地位低下，就唔敢出聲，依然就喺宮裏邊默默生活。大家因為驚到劉皇后咧，亦都冇人敢出聲。宋仁宗繼位之後啊。刘太后叫李氏去为真宗守灵，咁啊两母子就冇乜机会相见啦。所以宋仁宗啊真系一直都唔知道自己亲生阿妈系李氏嘅。咁呢样嘢咧，《蒙恬义》里面讲嘅，可话颇为之相似噶。上下五千年，几多风流人物，无不遇过将，由我指点江山。中文国同你新书历史分享智慧，主讲李步昌。喺宋仁宗继位之后啊，刘皇后同左相丁谓一齐呢，联手就将寇准同李迪两个赶咗出朝廷，一个啊贬咗去雷州做司户参军，一个啊贬咗去衡州做团练副使。事关佢哋两个咧，都唔系咁支持刘皇后垂帘听政嘅。嗱，呢个丁谓啊，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，喺宋真宗嘅天书校期里边咧，佢又被称为五鬼喎，人品啊真系认真麻麻地噶啦。佢赶走咗寇准同李迪之后咧。一就想二，就想嫁兄埋刘太后噃。於是啊，佢就勾结太监雷允公，叫刘太后颁咗个谕旨，话皇帝呢每个月见两次群臣就可以啦。大事啊由太后召见父神裁决，一般嘅政事呢就叫雷允公传俾太后，签定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执行啦。呢个丁谓牙屎屎啊，冇将刘太后喺眼里边。以為佢係苦道人家，識得啲咩嘢先得㗎？佢其實有咩事問我嚟詐騙？大臣王曾董嘅做法就覺得好唔禮貌啦。佢話皇上同皇后唔一齊辦公，反而俾啲宦官從中干預，呢個係和平嘅先兆嚟㗎。但丁谓呢个时候只为一手遮天就冇理佢，殊不知刘太后嘅旁观者清啊，早就知道呢个丁谓唔系咩好人嚟噶啦，要佢留个咁诏书咧，其实系想架空佢自己大权独揽嘅啫。咁正喺当其时咧，朝廷为宋真宗赶修陵寝，丁谓咧系任山陵事，雷允公咧刀剑，呢个雷允公系八卦嘅。聽講山陵移上八步咧，就可以令到皇帝多子多孫，於是自作主張喺丁謂同意之下咧，移動咗個陵位。但點不知一移入大家果啦，施工嘅時候打穿咗啲地下水，啲水又瀉曬上嚟，陵寝工程搞到要擱淺。王真啊睇準機會，
向猶太後告咗雷韻功能兵為一種，猶太後身揾住嘅兵為能拆拆，係咪？今次仲死，於是咧馬上處死咗雷韻功，罷免咗兵為宰相嘅職位，將佢貶咗去崖州做司徒參軍。將朝政大權咧，就攞翻自己手裏邊啦。嗱，當時民間有首民謠咁唱嘅：欲得天下寧，當拔眼中兵；欲得天下好，就如招寇佬。意思即係話咧，想天下安寧咧，就一定要罷免咗兵位；想天下好咧，就要請寇準翻嚟。咁啊，劉太后罷免咗兵位咧，朝野之間都一片叫好之聲嘅嚇。不過佢同寇準就唔係咁啱嘅，所以呢首民謠後半句咧，佢就暫時聽唔到啦。劉太后喺垂簾聽政之後，做嘅第一件大事咧，就係聽從楊增、呂夷簡嘅建議，將天書同宋真宗一齊撞出永定里，並且下令禁止興建道觀，又廢除咗公觀使嘅職務。咁樣嚟咧，宋真宗後期朝野上上下下嗰種迷信嘅風氣咧，就漸漸消除啦。而且唔再興建宮殿咧，亦都為財政慳翻唔少錢。劉太后垂簾聽政嘅時間都相當之長嘅。咁喺聽政期間啊，佢又做咗幾件大事。第一樣咧，係恢復咗宋太宗時期嘅李檢院，然之後啊，又設立咗諫院，鼓勵大家多提意見。而第二樣係嚴厲咁懲治貪官污吏。劉太后呢份人係相當之冷靜嘅。有一次啊，京西轉運使劉卓為咗煙東，就話要將多餘嘅一大批食物運過嚟京師。劉太后小笑又話：你識唔識得王增、張之伯、呂夷簡同埋魯中道佢哋啊？佢哋幾個有邊個係因為進獻多手骨嘅糧食而升官嘅咧？嚇到劉卓面都青埋，喺佢個槍道之下，當時就湧現咗范仲淹、王徐、張龍、薛恢等一班年理。呢啲人才喺後來宋仁宗親政之後咧，都發揮咗好大嘅作用嘅。而第三件大事啊，就係發行膠紙啦。大家知啦，膠紙咧係世界上最早嘅紙幣。宋朝因為貿易發達啊。帶住用鐵鑄嘅錢咧就好唔方便嘅，所以就誕生咗膠紙呢種紙幣啦。咁但係當其時啊，亦都有啲偽造嘅膠紙出現。咁喺公元1023年啊，劉太后批准喺益州城官辦嘅膠紙鋪發行官膠紙。呢個講起身咧，都有啲似而家嘅央行啊。而且劉太后嘅經濟頭腦都幾發達嘅，一向係主張自由貿易，鼓勵各地進行商品流通。至於其他咧，包括就重視水利啊、完善科舉啊、興辦學校啊等等，都係劉太后喺垂簾聽政時期嘅功績啦。咁對於佢嘅評價，宋史上邊咧有一段咁嘅評論嘅，話當天聖明度間，天子賦予春秋母後稱仔，而內外肅然，幾光巨舉，朝政無大缺失。咁大家知啦，中國傳統觀念啊，對於女性當權咧一向都唔係咁認同嘅，所以劉太后喺個執政期間得到咁嘅評價咧，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噶。不過劉太后呢份人咧。對於權力係相當之眷戀嘅，雖然喺垂簾聽政初期啊，佢就喺度過話等皇帝長大之後咧，就會還政俾皇帝噶。但係等到宋仁宗20歲嘅時候啊，佢又都仲係一啲還政嘅動靜都冇噶。跟住落嚟嗰幾年啊，內外嘅大臣都要求宋仁宗親政。對於呢啲奏疏咧，劉太后一係就當睇唔到，一係咧就借啲主張提建議嘅人嚟調咗出去。總之佢唔到死嗰日啊，都唔肯將大權啊還翻俾宋仁宗噶啦。而且根據宋朝嘅記載啊，其實劉太后都有啲心思咧，想學武則天嘅。佢講有一次啊，佢係同群臣傾偈，傾傾下咧就講起武則天，就問大家話。你哋覺得唐朝嘅武后係個點樣個君主咧？佢咁問法咧，似乎係想探探大家口風啦。殊不知下邊以緊直著身嘅老中道咧，就一句得翻轉頭噶。武士乃係大唐嘅重臣，幾乎危及社稷啊！劉太后叫佢咁講咧，唔好意思接落去啦。咁仲有啲大臣想討好佢，就建議佢模仿武則天啊，立劉氏嘅宗廟。顯示當局嘅領導力在流動。
脑中部有疾住佢喎。位于纽约市郊嘅天家大屋，咁我事关点样？屋主系一个亦有钱钱嘅中国老中人，中国公民喺海外投资事业一啲都唔出奇。但系成个朝堂上边啲重要嘅大臣，个个都唔支持佢嘅。咁佢都唔敢亂嚟嘅，所以去到臨死前啊，佢就對住宋郎中拉拉自己三層棉衫，咩意思呢？原來呢位劉太后一直就著住天子嘅服飾嘅，大臣少夫就醒水啦，佢同宋仁宗話：太后可能覺得自己著住天子嘅服飾，落去下邊都唔見先帝喎。於是宋仁宗就幫佢換個棉衫，以皇后嘅服飾嚟入殓。咁呢一個做法啊！在當時都可以講係保存咗劉太后嘅名節啦。嗱，總結嚟講啊，劉太后係一位有功於宋朝嘅女政治家。歷史上咧話佢雖正出宮位，而後武令年齡，恩威加天下。可以講啊，佢嘅治國能力一啲都唔喺佢老公宋真宗同埋佢嘅仔宋仁宗之下嘅。在他的治理之下，宋朝不單止恢復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間的發展勢頭，而且呢更為後來宋仁宗的慶祝盛世奠定了基礎。咁喺呢一點上啊，佢同遼公嘅蕭太后都可以講係交相輝映啦。上下五千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半個鐘由我指點江山。亦都有分析批評，美國對北韓嘅制裁係止痛苦，因此依家加強制裁對北韓實質影響唔大，北韓亦都唔會輕易放棄發展核武。嗱，咁最後呢，我哋再嚟講翻狸貓換太子最尾嘅結局啊！话说刘太后死咗之后啊，宋仁宗先知道自己原来唔系刘太后亲生嘅，而佢嘅亲生阿妈李氏呢，之前系俾刘太后掟咗去守灵啦，呢个时候已经过咗身啦。对于李氏呢，刘太后其实都做得唔算太过分嘅，咁虽然系隔绝咗个两母子。但係都好似文藝作品裏面所講，想攞李氏條命嘅，咁並且仲幫李氏揾到個失散多年嘅兄弟李用和，俾咗個官仔佢做。嗱，李氏啊，俾劉太后早咗一年過身，咁佢死之前啊，雖然已經升為神妃，但係劉太后對佢依然都耿耿於懷。咁啊，本來打算咧，用普通嘅宮人之禮喺宮外幫佢治喪就算啦。但是宰相女儿简就反对的，刘太后发烂渣啦，喂，你想点啊？从结果嚟睇，香港刑具有罪，经受检讨同埋红事着想咧，我就唔敢讲。但系如果考虑红事咧，呢个双面一定要从头先得。刘太后系个聪明人嚟嘅，一听就醒水啦。美国科学股价屡创新高，死咗之后，宋仁宗啊迟早知道真相嘅。若然俾宋仁宗知道自己對佢親生阿媽唔好噶，咁到時秋後算帳，分分鐘係連自己嘅靈魂都攰埋啦。所以劉太后最後都係同意用一品禮同皇太后嘅服飾呢厚葬咗李氏。後來劉太后一死，馬上就有人加油添醋咁同宋仁宗講，話你阿媽李神妃呢係死於非命，係阿劉太后逼死佢㗎。宋仁宗一聽就傷心啦，馬上落詔書自己鬧自己一餐，將封生母李氏為皇太后，並且派兵包圍咗劉氏嘅府邸，攬住開棺驗屍，睇睇個親生阿媽咧係咪真係俾人虐待死嘅。開棺一睇，見到李氏著住皇太后嘅官服，喺水紋兩護之下，面色就好似生人一樣，佢就知道嚟講是非嘅人咧信唔過啦，感嘆話。大娘生平真是公道的了，所以后来呢对于刘氏一家都非常之厚待的。这一段历史后来传下传下就已经变成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和戏曲，文艺作品呢就梗要有一个大反派的了。刘太后就不好彩做了这个大反派了。事实上呢，在这件事上刘太后虽然都挺自私，但是做事都算是留有余地，并冇好似小说演义里面所讲咧咁丧尽天良、狠心歹毒嘅。大家听古仔、睇大戏、睇电视剧咧，都要分清楚边啲系文艺创作，边啲系历史事实先得吓。古人话：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名人玉。表面上富足就喺历史书里边，其实隐藏住无数宝贵嘅智慧同动人嘅故事。静静咁等住有心人去发现。我当嘅零七点七，工作嘴上之点，中午一点。
李秋秋李云腾。阿叔哥，早排我开咗个全票位个户口，一齐喺历史嘅故事堆里边，发现黄金咧，觅寻颜如玉。咁啊，節目最後時間咧，同大家講講今個週末嘅活動啦。喺八月嘅26日，今個星期六上晝10点啦，小弟我又會喺越秀區圖書館咧，又再次開講啦。咁今次講座嘅主題咧，就係講點樣去閱讀中國近代史。咁啊，大家知啦，中國近代史咧係一段好紛繁複雜嘅歷史啊，咁有好多唔同嘅視角啦，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學習方式。咁啊喺今個星期六嘅時間咧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就係學習中國近代史嘅心得嘅。我歡迎各位咧嘅捧場啦。咁講多次啦，時間咧就係8月26日上晝10点啊，今日星期六上晝10点。咁而地點咧就老地方啦，就係東山口嘅越秀區圖書館4楼啊。咁今日週末咧都係暑假嘅尾聲啦，咁大家如果即係有小朋友咧，都不妨一齊帶過嚟咧就係聽下嘅。咁尤其咧就係讀緊中學嘅學生朋友咧，我覺得係比較啱今次講座嘅一個主題嘅嚇。咁當然咧就由細個啲大個啲都冇所謂啦嚇。咁最緊要咧就係早少少到啦，大家知啦，上次嚟過嘅朋友知啦，就係地方唔係太大嚇，所以咧就位置比較有限。冇座位咧就先到先得，大家就早啲到啦，等等咗大耐啦。聰明學講節目，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想聽李培聰更多歷史故事同精彩點評，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“聰明一世”，聰明嘅聰，不平則明嘅明，講聰明一世，一齊分享智慧。